尊敬的老法师，我们非常感恩您呢，能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我们下面呢，继续向您老啊请益。我们在第一集啊，提到人类必须要面对的空前的这些劫难啊，包括像啊这个2012，很多科学家都预言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灾难当中啊，有两种原因啊，一种原因呢是一切法由心想生，啊。大家感召来的啊，山河大地沉沦。那么还有一种原因，我们听到您老在经教里边也多次讲到啊，就是冤亲债主被杀害的这些众生，比如说天空当中的很多啊，也不像雾啊，也不像是污染物啊，阴霾黑沉沉的啊，您老就讲那是冤气，被杀死众生啊，很多都要报复。那报复的一种方法呢，就是扰乱这些人呢，他们的这个思想，对，让他们下错误的决定，对，办错事、办傻事、对，办恶事，真的是这样？真的，他怎么能够控制得了这个人？不，他是磁场，就是让你迷惑，让你头脑不清楚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听说有的那个女孩子呀，很年轻，堕胎很多呀。有的那个人他有神通，有这个功能，他能看到他身上有很多小小的灵鬼。没错，没错。那些灵鬼，怨恨他要报复，对，给他的磁场就是影响他的判断大脑。不错，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呢，现在年轻人也好，上年岁的中年人也好，做糊涂事、做傻事、做恶事的太多了，对，导致灾难，不错，跟这个冤亲债主这个报复有关系，有关系。佛经上都讲得很清楚，古圣先贤也都懂得这些道理。华严经上佛说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总的来讲呢，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所以它宇宙是一个整体。确实是一体的。迷了之后，不知道是一体。所以起分别，起执着。这就坏了，起心动念还没有造业，只是迷没造业，分别执着造的这个业就重了，而且怎么，它越迷越深，所以教学太重要了。今天为什么古时候没有出现今天这个状况？古人一直都是重视教学。重视教育，因为狗不叫性乃迁，不错，现在这个两个世纪，我们从曾国藩读书笔记里面，他写的很多，对于当时社会状况，他就非常忧虑，非常悲痛，认为什么呢？世风日下，说的人多，做的人少。读书的人有啊，读得不错啊，但是还是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还是有贪污，说一套做一套。对，我就完全没有照这个书本上去做，所以就很悲痛。他那个时候是慈禧太后执政。慈禧太后确实把宫廷里面，这个清朝传家的这个家法，他改掉了。这个法是康熙定立下立的，宫廷里面经常不断的请儒释道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宫廷里讲学，
啊，皇帝带着嫔妃、文武大臣，天天听课，不但听课，康熙还要复讲啊，复讲，对呀，是啊，复讲还请大家这个指教啊，他真学啊，真干的，他就是个老师啊，对对，他不是说是我是个帝王的时候是不是的，不是做形式的，他真干的。所以这个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朝盛世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真学啊。那么这个制度建立之后，清朝一直到咸丰都还遵守。咸丰死了之后，慈禧太后再不邀请这些专家学者到宫廷讲学了啊，这个制度废止。以前这些帝王遇到问题，都向这专家学者请教啊。是，啊，慈禧太后不找专家，找鬼神。他开始服软。服软。对呀，他找鬼神，所以张家大师讲啊，清朝亡国，亡国在服软上。就是国家有什么事情啊？对，找两个人。对对，下去服软是吧？哎，然后在那上面写字。啊，不错不错，他搞这个。哎，那个鬼灵鬼说什么，他就照办。对，不错不错，听鬼神的。对，听鬼神。鬼神也是六道当中，也是六道的，其实都是那迷一些说什么菩萨再来什么的，全是假的。鬼，这个灵鬼也骗人。骗人呐，不是真的。那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哪一个？就灵鬼呀。灵鬼啊，哎，他给你开开玩笑啊，哎，也有的时候你跟他有冤仇，他害你呀。哎呀，那要是。这个领导人要是被冤鬼害了，那那是一锅人就。不，有一次不错，那就麻烦大了，所以他搞这个东西，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他清朝亡国亡得真，所以他提醒我们，鬼神有，他传递的信息要非常谨慎，去观察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要有智慧去判断。不能照他叫你怎么做，你们那你就吃亏了。现在这个附体的也很多呀，国内国外很多呀，很多都是这个原则啊。对，不错。我常常遇到啊，他叫我们干什么事，这个不能上当啊。我们要依照佛法，依照佛陀圣贤人教诲，该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做。信息传来，我们可以做参考。他这个信息就像一个普通人跟我们说话，啊，没什么对，差没别。错，没错，没什么差别。不要把它抬得太高，对对对对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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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依法不依。依法不依人，你这个才正确。所以说，夫子敬鬼神而远之，远是什么呢？不受他的控制，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他也是众生嘛，我们对人要恭敬的。对他也要恭敬，空间层维次不一样，对，不而是已。不一样，对，不错啊，这个态度、心态啊，是要恭敬。所以满清就疏忽了，清朝末年疏忽了，到民国，民国一直都是在战乱。清亡了之后，军阀割据，国民党才一统一，日本人有侵略来了，在八年抗战。根本就没有休息过，八年抗战，我们中国最大的损失是把家打掉了。抗战之前还有家，大家庭，这个家族大家庭，几代同堂的住一个村子，那一个村子王家就他一家人，都姓王。对，那一家是李家，一家有几百口人，所以中国讲齐家就能治国。那治那个家跟治国没两样啊！像《红楼梦》里边，对对是啊，对是啊，所以中国讲的家是大家族、大家庭，不是像现在，现在没有家了，现在这个不承认了，中国现在不这个承认，不叫家，那不叫家了，所以家已经没有了。对，抗战胜利，我们最大的损失就家没有，之前还有，这家有祠堂。祭祀凝集全家人的那种亲情的，所以中国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
啊，家对中国这个过去啊列朝列代的贡献太大了。为什么家都把家人管好了吗？他有家规，有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，也是今年的事业。他都把家人都管好了，所以做官的人没事干呐、啊。这个地区太平了，那太平了，是家家都是好人嘛？对，对家庭和谐，对家庭和谐，社会就和谐，对对就和谐嘛。所以从前这各行各业，所以人喜欢读书，读书就喜欢做官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行业你看，这个身份地位很高，待遇也不错，又没事干，光宗越祖啊！对对啊，他事情少，没有案子办呢，一个月有两三件案子就很多了。啊，那就是你治这个地方的时候有问题啊！你治理的好的时候，怎么会有案子办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那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这些官员呢，对，他们对儒释道关系都很亲密啊，对，亲密。哎、啊，所以他常常没有事情，所以你看四库里的集那么多的文章，都写做官的人，没事干，写文章，写诗词，啊。到这个山上去看看这些出家人去访道啊，看看这些道长们啊，跟他们去聊聊天，天天这样消遣啊，哪像现在这么忙。您知道现在官员有多忙？我知道，我现在我晓得。比如说在美国吧，据说是100多个人里边呢，就有一个是在监狱里的犯人。对，您说这个怎么管这国家？那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啊，是现在有一些官员啊，包括国外的也有这样的官员提出来什么呢？怎么看待宗教？他们认为呢，宗教是这个毒害人民的鸦片啊，这个东西啊是一定要打倒啊，要跟他做长期斗争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，全国也好，全世界也好，各种宗教的信徒人数很多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打倒显然不是个办法，斗争也不可以。哎，那么我们记得您老人家在新加坡团结9大宗教，哎，您老爷讲在联合国那么多宗教在台上祈祷，哎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官员们啊，世界各地的政府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宗教？宗教徒，对啊，第二个，这些宗教之间呢，哎，是个什么关系？在全世界，您老人家好像是第一人，能把他们和谐起来啊。这个是个缘分。这个宗教两个字太神圣了，太神圣了。这两个字就能看出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啊。他给他用这个名词，宗什么意思？啊，你什么叫祖宗？家的祠堂叫宗祠，啊，这个帝王叫宗庙，宗，意思很多，有三个主要的意思。第一个就是主要的，主要的；第二个是重要的，重要的；第三个是尊崇。尊崇，哎，对，这个尊重啊，崇高，啊，这有三个意思。教是教育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、教化，连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。过去，这宗教谁管呢？皇上管。那你看在历代这个帝王那地位太高了，是高是高了，所以只有宗庙这宗教这个场合，它的建筑可以建个皇宫一样的，是现在还能看得到。那对，它这个就是待遇啊。对，哎，其他的是绝对不许可的啊。为什么？皇帝遵从这些宗教的长者为老师，皇帝的老师，这是皇帝的老师嘛，这个像过师嘛。啊，所以自己是学生，我老师的地方当然是
中国讲孝亲尊师，哦，跟父亲是一个待遇，对，是一个待遇吗？所以他的宫殿的时候可以跟皇宫完全一样啊，这样尊重啊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中国就变成两个教育系统。两个教育系统。对，一个是儒家的教育。是。啊，儒家教育汉武帝。董仲舒建议的。啊，汉武帝做了皇帝。啊，知道教育重要。那时候诸子百家到底用哪一家了。是。啊，董仲舒推荐孔孟。原本孔孟跟大家地位是一样的，这一下选出来，哦，地位马上就抬高了。董仲舒啊，汉武帝就接受了，啊，用孔孟学书，教一般老百姓，普及教育。啊，国家培养人才也用儒来考试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这是。汉明帝永平十年，公元67年，国家正式派特使到外国去勤行回来，这回来是过世啊！啊，所以他的办事机关成为寺，寺庙的寺啊，四个庙两桩事情是，你到北京故宫。你就看里面9个寺，九个，对，寺是属于皇帝办事机构一级单位，它是政府衙门呐、啊，它不跟这个寺鬼神不相干的、啊，它政府办事机构啊，啊，归皇帝管的这个机构正是寺是什么永久设立的，不能废除的哦。你宰相底下是部是不是？那个可以随时废除，随时改变的，是不能改变。这个庙是民间的这些鬼神的。不，庙是供鬼神的，哎，都是祭祖宗的，主要是祭祖宗。啊，所以皇上有太庙，民间叫宗祠。先祖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分得很清楚啊。所以祭鬼神的是庙啊，佛是寺啊，寺是教育机构啊。就像现在的这个教育部啊，啊对，这个卫生部啊，就跟他一模一样，啊、没错。所以中国就变成两个教育部，啊，这个做这个寺嘛，就是佛陀教育，是，哎，佛陀教育，冠宫就是道教教育，哦，哎，道教教育这个皇上直管，皇上直接管。只有儒这一支的时候是给宰相管，冠和宫也是皇帝直接啊，对，也是直接管的。哦，道家和佛家都是皇帝直接管，啊、直接管的、啊。所以他底下有些叫僧路司、道路司，哦，啊，那个就像现在好像这个是宗教局一样的，哦，哎，他们来管这个事情，啊，所以他列入行政系统啊。出家人难呐、啊，哎，那出家人要考试啊，那不能随便，那不能随便呐、啊，所以他有建立有度牒这个制度。度牒、啊，你要想出家，你先去考这度牒，度牒拿到了，度牒很不容易拿，普通的水平要达到进士这个水平，进士的水平，对对，进士水平。进士水平最高的，可以当市长啊！对，是啊，这要是这拿到最高的，因为你是皇帝的老师啊，皇上要喊你做老师啊，那你没有学问怎么行啊？没有学问，没有德行，不可以的。您是说过去每个出家人都是这个啊？对啊，度牒是啊，你没有度牒，你出家犯法。哦，那是违法，要抓起来的。啊，度牒是皇上发给你的。皇上要面试啊，啊，通过之后才发、这个、还要面试，要面试，要面试啊！那这个考这个要面试，嗯，一是多严重？以前出家人的地位很高啊，皇上尊敬，
地方官员对人都有心理。啊，真的是以过失身份出现。啊，老百姓怎么不相信？都认真学习啊，对社会贡献太大了。啊，度牒这个制度是清朝顺帝顺治废除的。听说顺治出家了，他大概不废除，他没法子出家，自己为了私人这一点点这个立业的时候，把这个制度废除了。废除之后，在当时还可以，啊，当时水平还是那么高，往后就不行了，一代不如一代了，啊，到现在是没有念过书的时候也可以出家。所以佛教的这师资方面，连其他宗教都比不上了。哦，是这么造成的？这么造成的。度牒废除啊，对，废除就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出家了。整个让这一支啊，这个教育的这个机构，啊，对，不错啊，一下就，啊，这个素质就下降了，堕落下来，哎，就堕落下来了。那么问题就是，啊，大家就很好奇啊，因为大家对历史不了解。对，不错。2000多年来，中国历朝历代这个君王啊，啊，那在史书上、在历史上公认的，那都是英明伟大的那些人啊，虔诚的宗教徒。他们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这些出家人？那你要想到，这个宗教里的经典，他教的是什么？你就想到，他教伦理啊，教道德，教因果啊，教哲学。叫科学，都包括在一起。哎，这些科目都达到登峰造极啊，究竟圆满。历代帝王里头，对佛教佛道下功夫最深的是雍正。雍正皇帝啊，雍正是真下了功夫，在没做皇帝之前，啊，他真学。啊，所以他那个修学的功夫的时候，绝不亚于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。儒释道他是啊，对他都修，精通，啊，精通，用您来讲啊，精通啊，所以我们懂得宗教的时候，你真正了解它内容，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好，他真正能够救世啊。我们听说。雍正帝还经常给他的大臣呢讲佛经 啊，对，据说啊，在他的这个，在他的这个座下呀，嗯，开悟的大臣就不少，哎，有不错，真有这样的事情，真有，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盛世，嗯，啊，一个是汉朝文景，对，唐朝贞观，对，第三个就是康雍乾那个，没错，而且这个盛世时间最长。康雍乾对成绩最殊胜，超过前面两代。四库全书啊，这些都是从那个朝代，对，不错，定下。四库全书里面有过去在宫廷里面这一些儒释道讲经的一些记录啊，哦，啊，就是讲稿。我们现在在讲稿是都收在四库里头，精品。对，你看到了去，这些人在宫廷当时讲些什么？他有记录啊！哦，有这个史料，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四库的课文是啊，这他讲些什么？那您老常看四库啊？您我不常看四库，有时候翻的时候想想他到底讲些什么。就是，那时候我就把这一部分找出来看。您老看过之后，能不能对大众讲讲这个盛世的皇帝啊？对他，治国对能够达到这种盛世啊这么好的水准，嗯，境界。他那个是他讲的什么课本？学的书，真读书啊！嗯，那个不是假的，不是做面子的，他是真干的啊！尤其是这个康熙期，雍正带头，乾隆前一半啊，到中年以后他就消极了，啊，就不像以前那么样认真发奋了啊！所以衰是乾隆晚年慢慢就衰了，是啊。他一不积极了，底下儿子就更放松了，那嘉庆就比不上前面了。
您知道啊，这他们是爱新觉罗氏啊，啊，对，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啊，少数民族也好，中华民族这个中原的汉族也好，几千年来对宗教都是这个态度。对，都这个态度，啊，所以你要，古人他有个好处，你东西的时候，我先看看你，那哦。正好，那怎么会排斥呢？啊，他真有东西啊！啊，去年汤恩比说的时候，佛教的文化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。你拿佛经来解释，如今就把它提升了。啊，你说大学里头，啊，三纲，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，用华严经来解释。明德就是自信，再加个名说。你已经迷了，所以要恢复，要明明德。所以那上面那个名字是动词，下面是名词，明德就明是德自是自信。信，哎，明是智慧。他用这两个字来讲啊，这是体，就是自信本体。这时候里面讲本体，啊，相现象是什么？现象是清明，作用。样子做出来的样子是清明。啊，清明，作用呢，止于至善，这还得了啊？这是一桩事情啊，一个体啊，体对，相用。体相用啊。哦，那你这样一解释，它就跟华严经一样了。这个亲民就是慈悲的样子，对，慈悲是爱心啊。爱心。哎，对，是爱心遍法界，啊，是善意满人间呢、啊。你这个意思多好，多圆满呐、啊！这就是佛的境界了，啊，这个怎么做？下面有八目，八目，对呀、啊，那从哪里做起啊？从格物做起，格物。哎，格是格除，物是物欲欲望，你必须把欲望放下，你的烦恼障就没有了，否则有烦恼就有障碍。障碍你的明德，你烦恼放下的时候，这障碍没有了，但是还有个所知障，所以它底下有智知，智知是破所知障，格物是破烦恼障，这不跟佛法一样了吗？这二障破掉了，你成佛了，所以，哦，那诚意就出来，诚意说，诚意是菩提心啊，哦。诚意是菩提心的体，正心是菩提心的作用。你用佛法来解释，它就是，那就是佛的境界嘛。格物是破掉这个哎，破烦恼障。烦恼，对，欲望是烦恼置之啊。啊，智智是破所所知，知障。放下，啊，对，放下。二障这一破掉的时候，人就成佛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然后发菩提心，啊，对，是啊。啊，诚意对呀、啊，正佛心。对呀、啊，诚意正心啊，你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用，对作于用。社会真正起的作用。啊，这是用佛法来解释。所以从前这些帝王他知道啊，他里头没有隔阂，没有矛盾呐、啊。啊，三教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。你看我们看的这个。大陆上是哪一个寺啊？有一个碑啊，那个碑是唐肃宗年代的三教九流混元图。少林寺。哦，少林寺，对，少林寺啊，那块碑，你看，那是唐明皇的儿子立的，1300年前啊，那就是说三教九流是一家。看起来是一个人，对，我们今天讲这个世界宗教是一家，1300年前中国老祖宗已经说一家了，那三个就是代表，三个代表儒释道啊，全世界的其实就啊，是对，就是一家，就是就是一个，一家是吧？就像我们刚才道理对，思维是一不错，样，就是一家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就晓得宗教教育多重要。啊，主要的教育，主要教育丢掉了，
重要的教学丢掉了，这社会能不乱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如果这些教育都不要了，社会能够治好，那是什么世界？极乐世界。那能不能说这三种教育啊，都是恢复人性的教育？没错，是这样的。啊，那这个每一杯水都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对，它放在一起倒，它就是一杯水。对，就天然的就融合。不错，不错。所有的这些灾难对立，不错，离婚率什么统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说我们汤池在那办了几个月，有一对夫妻，这个想离婚。到那里听了几堂课，我就不离婚了。邻居吵架，啊，告到政工所，政工所说：“你们学了传统文化，还好意思来告状？”两个人就回去了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他怎么会没作用呢？您知道现在老百姓啊，打官司、离婚也好，啊，那个成本呢、啊，那个费用很高啊，而且有的时候会出人命啊。这个现在确实很多人苦不堪言，对，找不到方法，用钱不行，用警察，比如说我们论坛上有这样的汇报老师，这个儿子拿着菜刀，这个砍自己的妈妈，是吧，跟自己的父亲呢打得头破血流，这么一家人40出头，最后怎么样，要拧煤气罐的全家自杀，那结婚3年就离婚了，啊，最后是这个被迫在一起过，就到这种情况。最后给110打电话，给警察打电话，警察来了之后说：“我们来了很多次都没办法，你们到法院呢起诉，说跟儿子脱离父子关系。”最后他说：“这不是解决的方法，一点办法没有。”听了您老的光盘，听了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光盘啊，蔡老师的这些光盘，幸福人生讲座。现在就好了，啊，听了2个月就领了结婚证，让观众看到新领的结婚证，是吧？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啊，就出来了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我这听了好几场，我怎么也没什么感觉呢？那您说这个问题是？这个问题我前讲过了，他没有沉浸性，他有怀疑，有怀疑，啊，这是障碍。印祖那个话讲的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。要先学习沉浸，一分沉浸一分离，十分沉浸十分离。一个老师教育新学生，哪个学生学到了，哪个学生没学到，老师清清楚楚，就从沉浸上看。那这个学生给老师磕头啊，也不一定。我说我是学生给老师磕头啊，他受益了，学生自己受益了，啊，对，老师无所谓，老师无所谓，而且他这个时候。他这个种恭敬的心呢，他的心量打开了，他完全能接受。那个不恭敬，他这个心门是关闭的，他进不去。那给这些佛菩萨像磕头，包括给其他，不，这个磕头是形象，是形式，形式不重要，实质，实质，啊，实质是依教奉行。这是实质，老师教导你的，你听懂了，你做到了，这就得理了，这才叫对老师的沉浸啊！因为老师对你没有别的希望，就是希望你成就。你真有成就，他真高兴啊！天天给他磕头，没成就，老师并不欢喜啊！这个重要。就是依教奉行，那依教奉行。所以你看，每一部经幕后一句话，信受奉行，这就是沉浸啊！啊，真相信，啊，真的接受了，明白就接受了，照做。啊，你变成生活，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工作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那多快乐啊！那就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！你学不能习，习就是做到，那没学到东西啊！一定要做到。
啊，所以曾国藩当年感慨的那些人读圣贤书，做小人事，哎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他虽然学得多，没入进去啊。就是您老所讲伪君那对，不错啊。啊，他不是真的相信啊，他用那一套去考取功名，哦，啊，得到利禄啊，他的目标就错了。中国古人读书志在圣贤呢，不在这些东西啊。哎，这个是这个为国家这个选举上去给任职的，那是附带的，那不是正事，正的是圣贤。读书志在圣贤啊，那个世界我们佛法讲随缘啊，有缘应当为国家为人民服务，没有这个缘就没有必要。那么刚才您老讲到几千年来这个历朝历代的君王对待宗教的态度，对，那宗教不可避免的都会谈到鬼神，对，鬼神，所以很多人现在一提到这个问题啊，他就会排斥整个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教育。这个不要紧，没有关系，他会相信，因为他死了就变成鬼神，他就会附体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想想看这个事情。最近我们看到一本书，就是罗马凯撒军团啊。侵略中国，啊，侵略中国这桩事情，汉朝的，哎，距离我们现在2100年，啊，这个军团到中国来很辛苦，啊，原图水土不服，就死了不少人，啊，士气就没有了。到达中，他是完全走路啊，啊，骑兵1/3，步兵1/3，但是骑兵要照顾。步兵啊，哎，而且骑马的时候呢，好像是2天轮流，啊，这样子，从罗马走到中国，哎，那个时候很辛苦啊，凯撒大帝是吧？哎，凯撒大帝啊，他们来中国是要，那这个侵略中国的，占领中国，对，是占领中国的，哎，因为罗马那个时候在欧洲是，那是这个就这个武力是最强盛的。所以他们也非常傲慢，根本瞧不起中国人，中国个子比他矮很多啊，啊，谁都没有放在眼里，没想到中国人有智慧呀，有谋略吧，布阵呢，这一布阵的时候，他走进去里面就迷了，所以头一仗打的时候，还差不多，勉强，第二次一个大战的时候，就死了9000多人了，这一下他的信心完全失掉了，进退不得。还是往中国走，走到甘肃，只剩了6000人。你看，10万人只剩6000，啊，在打过几次仗的时候，他们后头没有补充的，啊，到最后，大概这个1000多人，汉朝想招安他们，叫他们投降，但他们也很有骨气，没有投降，集体自杀了。哦，集体自杻。就自杀了，哎。所以汉朝那个时候还给他一个地盘，给他建一个县，啊，一个县是叫利迁县。利迁。利迁，哎，这个县呢，当时没有人，他人都死完了嘛，所以以后还这个地方叫利迁村，现在还有，现在有叫村庄，对，那个村庄在那边，人都死在那边。你看灵魂，这批是。鬼兵呢，这是阴间的这鬼兵啊！啊，这个元帅还带着这些就这个军团的时候，现在还这么活跃，还要附体把这个故事详详细细讲清楚，没死啊！啊，他真有啊，他不是没有啊！写这本书的人是永昌县统战部的一个科长。共产党员无神论的，他听到这个怪事情，他不相信，到那里去访问，做过6次访问，他觉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。那我在香港看到这本书，啊，刚刚好，我们去年六月不是去访问梵蒂冈吗？啊，我就带了十几本，带到罗马去了。啊，教廷送了几本，在罗马这十几本都送到那边，告诉大家，他们都以为，他们历史上记载，凯撒是被人暗杀的。啊，暗杀的地方我都去参观过，其实是没错，是这个事情。凯撒没死，他的替身，但是旁边卫护的人员穿了他的衣服，啊，被人家乱刀砍死了。啊，以为就死了，就没有追究了，他就趁这个乱，这个逃出来了，也逃到中国。凯撒，他带了王后，还带了这个一个女儿，大概有几十个人，逃到中国的永昌，在那里住了11年才死去。那这个故事很没有人知道的呀。附体都讲出来，这附体通通讲出来呀！他们来求超度，这些灵鬼来找过我，三王凯撒都来找过我，感恩呐！找到您老人家，这就求我超度啊！当时您老在，我在香港啊，从甘肃啊，对，他们到香港来的时候，就附体的这个人来了啊，哎，跟我谈了不少啊，这个千里之外啊！对对对，是啊，那么所以偷的信息灾难很多，很严重啊！所以让我们三思细念。我们本来想做49天的，四十九天不行。是他为什么？他们讲的。他说灾难太重，时间太长了，多久？这至少3年。至少三年。三年，他那怎么办呢？他说希望至少要做100个期，100个期就是。700天，700天，对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庐江，跟实际禅师老和尚商量，老和尚也非常欢喜，好，我们就做700天，700天30信念，所以在庐江开始的，以后在山东，现在好多地方都做700天，这样的才有效果，是他们传递来的，对他们传递的信息要求。我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看到那个牌位上啊，是附体的人写的那个名字啊，对啊，那个肯定不是假装出来，不是假装的啊，都是那个古罗马啊，对，古罗马字，我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《齐素萍居士到甘肃去》啊，对，好像有一个老妈妈和她的女儿啊，对，对着摄像镜头啊，就张嘴就这么说啊，对对对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那个他自己编也编不出来，编不出来，那我们能看出来，编不出来，好像是而且他不附体的时候啊，他一句都说不出来。一附体的时候，什么都对对对对对，不错，那个话我们都听不懂。不错不错，是的，古罗马文。哎，对啊，他们找的来鉴定的，找的中国是外文大学，是不是？哦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找的这个教两三个教授啊，哎，来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农村的2个妇女啊，对，是啊，他们没念过书，讲古罗马文。对对，关我走啊，这个故事怎么编得出来吧？编不出来的。啊，自始至终。我们听到这个史料啊，对，就想请教您老一个问题：他们这些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的这些战士啊，这些冤魂啊，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有没有感到后悔？有，怎么干这种傻事，对，跑到这儿来占领这个？那是没有法子，他是凯撒的命令啊。凯撒大，不能抗命啊！那个凯撒大帝估计也是一念妄心啊，对，不错，一念妄贪心，对，不错，想要中国，对，不错，想要中占领中国，哎，这个里面，他们在非常艰难困苦之下，哎，遇到一个菩萨，遇到个菩萨，啊，就这些鬼魂们，对对，叫利宾菩萨，利宾菩萨，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来帮助救济他们，啊，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。告诉这些鬼灵鬼，
他说：“中国不是你们的地方，你来干什么啊，菩萨跟他们讲。”对，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的感觉非常深。那什么呢？战争的手段，占领的还是你命里有的，你命里没有，你还是得不到。你再强大，不行，都不行。哎呀，所以这个话用在日本人说，8年抗战，你想占领中国，中国不是你的地方，打了8年还得投降，你命里没有嘛？这是我们古人讲的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你命里没有现在很多人不相信命运的，啊，他要跟命运抗争，不，要战胜命运。抗争不了，到最后都到地狱，都后悔莫及。那今天很多人都像那个凯撒大帝一样啊，我对要呀，住更大的房子，啊，对，是啊，我要更多的石油，啊，没错我要更多的财啊，不富，错哎，我要更多的享受，哎，没有办法，死了之后来附体。死了之后啊，对，到地狱的时候再来附体，再来找我超度。这个过了2000多年之后，2100年，你看看，所以他这本书很有因果教育的意义。而且是这真本书的，哎，真的要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啊，在全世界流通。啊，所以他写这个世界上目的，他就是找我。哎，这边灵鬼就是找我，啊，找我说我才能帮他忙啊，那别人帮不上忙啊，啊，所以找我，我在海外，钱也没办法寄到国内，啊，所以。寄到国内搞这桩事情，搞迷信，那怎么能搞得成功呢？所以我就把这桩事介绍给齐素萍，齐素萍就到那里考察，一看是真，就答应他们给他建一个纪念堂。啊，纪念堂建罗马式的，哦，已经动工了。他们祖国的那个。啊，对，已经动工了，因为那时候正好我到罗马去访问天主教嘛。啊。哎，所以就看了罗马很多神殿的建筑，啊，照了很多照片给他们做参考。您老有没有跟这些神父们讲一讲？有你们古罗马啊，对对对对对有一批鬼魂，对，现在到我们我香把港那个来找。书都送给他了，送给他，但是都是中文的。我说你们找人翻译，啊，这些故事不难翻。那么他们的祖国也有很多宗教徒啊。有。不能超度他们吗？天主教、基督教。不行，他们现在不能出国，在中国边界的时候有护法神，他回不去。太悲惨了，这。是啊，他回不去。啊，不但活着的时候啊，也没占领，没得逞，死了之后啊，他回不了家。回不了家，我操！这个鬼道是不是像很多的这些经典里所讲的，对，鬼神道，它也有它的国界，不错，有它的官员，有它的城市，一样的。有，呀，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？那个不同空间维次，但是跟鬼打交道并不难，你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定功，这个维次就可以突破，最容易突破的就是轨道。人人都可以。可以，我学佛的时候，还有2个好朋友，都同年。啊，我出家，他们都跟我出家，以后，我在台中学这个学经教学讲经，我另外一个不错，一个朋非常好的朋友。他去学命，跟这个曲文丽学命，他给我说，他说学讲经困难，而且效果不大，你怎么讲人家不相信？他说我学命，我也有神通的话，我一显神通人就相信了，他就学命，学了一年，他非常认真，照密宗的仪轨去修，一年之后，他就来告诉我，他跟鬼是通。哦，看到了。对，他每天下午的时候，5、6点钟在街上就稀稀落落的就有鬼走。到9点10点的时候，满街都是，满街都对，是。满街都是，这人鬼杂居，啊，但是有时候你走的时候就
好像感觉到心里一惊的时候，是吧？你跟他碰到了，两个对撞了，就会产生一种现象。告诉我很多规律情形，我笑他，我说你神通没学会呀，鬼通就通了。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你呀，你说一回我没看见了，我说你还，我还是不相信你这个，你怎么办呢？他45岁死的，哎呀，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，都是过不了45岁这一关，所以三个人2月45岁那年2月走了一个，5月走了一个，我7月得病，我就晓得这关时到间到了，所以我也不看医生，也不吃药，是吧？医生只能医病呢，不能医命呢，所以我就一切放下，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了一个月，病就好了。以后遇到个甘珠和佛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是讲经的功德，命运延长啊，命运改变了，改变了。他说你本来我命里很穷啊，没有财富啊，他说你将来的时候，这个福报很大，因为没有福报嘛。对。他说你都说这个讲经修来的，你的寿命很长。你的福报很大，第二年他就过世了。那是一个很好的密宗上师，也是张家大师的弟子，他大我10几岁，大概大15、16岁。那您老常常在经教里边讲啊，一切生命没有生死，没有换个形生死，式。不是换形式，所以你一点都不要恐怖，你也不要留恋。一切什么顺其自然，好好的修行，这个重要。如果你有任务，这就是佛给我们的任务，你要教化众生，你寿命自然延长，你所需要的自然圆满，你不用操一点心。我这张家老师教给我，你一生佛菩萨给你安排的，你不要操一点心，我真听话了，这个多自在。佛菩萨安排，我自己不要去操心。所以就通通丢掉了，就像什么都不要。就像您老所讲，这得是最勇敢的人。对呀，你要的时候他都来了，那不要的时候都没有了，你多自在。您这60年，您老人家就这么六过十来年，对对，的。哎，所以我感激老师啊，我的老师照片都拍在那边了。我们在这个演播室里都对呀，能看到念念不忘啊，这些老没有这些师老师的的照片，时候。我可能也到轨道去了，肯定的，怎么能够转得了境界？那么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说当年那个罗马兵团的那些人，他们得到过这种神圣的宗教的教育，不管是基督教、对对天主对教对，还是佛教，不错，可能不会干这种对，傻事。没错，没错，所以他们那么多这个鬼魂来找您呢，对，很后悔。对，是的，我是现在都学佛了，学佛了。学佛，而且还有少数已经往生了，哦。也有到天道去的，也有到人道来的，还有到人道来，还有到人道来的，就又得人身了。又在六对道对轮对回。对，他们这两个附体的两个妇女啊，也是他们的人，就投胎投了。胎，对，所以跟跟他他们有有关这个系，缘有分关系，有他不能乱附身啊。那么说到这里，很多观众就感慨，对，如果没有宗教的教育，这些现象谁能解释得清楚？对，谁能知道自己死后的情况？所以宗教是主要的教育啊。老祖宗安的这个名词有道理啊。他为什么用这个名词？主要的教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教化，化就是改变。就是啊。你说这个名词多神圣呢？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“人类失去宗教，世界将会怎样”。那您的世答界就案是毁灭，毁灭。毁灭，这个有历史的证据。那个科学家跟我们做出的报告，
5万年前，大西洋那个地方有块大陆，亚特兰提斯，他们那个时候科学技术发达了，人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宗教，不再相信上帝了，整个大地沉下去，沉到海底，那天叫大西洋，以前是大西国。后悔晚了。后悔啊，那来不及了。美国以前有个预言家叫凯西，很有名，在美国非常有名。他是一个好像做梦当中的时候说的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就讲亚特兰提斯说过，说亚特兰提斯将来会再浮上来。跟科学家讲的一样。对，亚特兰提斯浮上来的时候，欧洲就沉下去，欧洲。欧洲下，美国也会沉下去，所以他们又害怕。真的，他们的潜水艇下去探险的，底下确实有这个建筑，好像这个城市啊，有这个遗迹在海底。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看你怎么想啊！所以对父母、对师长要孝敬。对这个祖宗要遵从，这个天道神明有，佛家讲的最清楚，天有28层天，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天神呐，这些都是众生，众生都要尊敬嘛。只不过人看不到对，吧？人跟人尊，这叫尊敬；人跟天地万物都要尊敬。这就是人跟鬼神的关系。对。那现在没人教了，就乱了。对。所以宗教，我们今天团结宗教，告诉每一个宗教要讲经，要教学。就是恢复教育。当然这种形式也不能废除，废除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法。仪式可以保留，重点放在教育，就是祈祷的形式。对对，还可以保留，但是要突出这个教育。对对对，教育为主，本以教育为主。那么整个社会对教育的看宗教的看法就不一样了。再不会说宗教对社会没有贡献。因为你现在正好社会从幼稚园到研究所，教育里头缺乏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我说我们来补缺，补缺就你缺德了，补这个缺，我们来做补缺教育，这个意义就大了，这个贡献也大了。很多的这个政府啊，世界上很多，他们的官员无神论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不要紧，没有关系，慢慢他就会懂得有神了。他要真正宗教要好好的修行，他有实现的。很多人不相信，但是他看到的时候他就相信。你说看人往生的跪下那么稀有，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，到时候真走了，那不是假的。香港活动爵士，这个爵士是英国人封的，英王封的，抗战期间的。这香港是个大财主全家是基督徒，母亲是佛教徒。可这个将军，活动是将军呢，对母亲很孝顺，所以还是在家里给母亲设了个佛堂，让母亲念他的佛。所以他们家也不错。母亲常说，宗教自由，信教自由，互相尊重。母亲走的时候给他儿子说，他要往生极乐世界往生的时候呢，希望你念几声佛号送送我啊，作为我们母子一场。这是临终的时候，活动要答应了。往生是预知时至，坐在那里走的，他一看到这个样子，全家都信佛教了。
老太太高明啊，啊，最后一招让你通通回头，你真看见嘛？哎，活动就是以后把他自己的房子捐献出来，就做佛教道场。现在的东林学院、东林觉院那个房子是他的。不怕不相信，啊，对呀，只要是看到啊，不错，你看到的时候，对，你就相信了。不相信的都可以来对，看一看。回头了。我们一直在讨论，一直在向您老请教，哎，宗教的问题。那么，古人教给我们的，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怎么相处，这里有规律，违背这个规律啊，人跟人就乱了。第二呢，就是人跟自然是什么关系，这个里边有规律，违背它啊，人跟自然也就乱了啊。那自然规律都会惩罚人类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人跟鬼神的关系。人跟鬼神，儒家也谈到了，道家、佛家、世界其他宗教都谈到了。但是现在像您老所讲，200多年，大家啊丧失了这个宗教的教育，所以人跟鬼神的关系啊，第一个他不会相处，第二个他不承认了。所以说，很多人听到您老在经教里所讲，啊，那么鬼神，尤其是这些冤亲债主啊，就要报复这个人类。这个事实啊，像您老所讲，像经教所讲啊，真实存在。那么现在该怎么办？第二个问题是一个现实的现象，它就在面前。你只要稍微冷静一点，你就能够觉察得到。特别是在今天的乱世，啊，灾难频繁的时候，这是报复的语言成熟了。太平盛世，人有福报，国家有福报，这些想报复的这些灵鬼呀。他有护法神障碍他，不能报复，所以他就静静在等待机会，等待你们造作恶业，护法神离开了，他就来了。他们那么有耐心吗？有耐一心，直在等吗？哎，有耐心。啊，你看看佛教里面的慈悲三昧水忏那个故事，是讲的。悟达国师，唐朝时候的，他那个冤亲债主，等了他10世，你看看这么久，10世，那罗马这个军团的时候不止10世啊，2100年呐，20多世啊，啊，他真有耐心呐，所以你说这个怨恨，他没有办法消除，他就是记住这个怨恨呢，就要报复。啊，所以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能跟人结怨。啊，跟人结怨呢，实在讲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就是跟自己啊，过。对，啊，所以伦理这个教训，不仅是对于人的，你刚才讲了许许多多的关系，通通包括在这里面。哦，伦理。对，伦理就是讲关系嘛。那佛法是讲，佛法也讲关系啊，也讲伦理啊。你看净业三福头一个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不就讲伦理吗？人跟人的关系。对呀，是。啊，从人跟人的关系，到人跟一切万物的关系，人跟大自然的关系，人跟天地鬼神关系，全部都包括在里面。我们听到您老讲。佛法还讲到人跟自己的关系啊，对，也是啊，这都是在伦理上的，人跟自己关系是伦理的根，伦理的基础，啊，伦理里面讲求实际上就2个字，一个真诚恭敬，真诚恭敬，对，对自己要真诚恭敬，对人要真诚恭敬，对一切万物都要真诚恭敬。你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通通用真诚恭敬，你就对了。
不沉不净，那就变质了。所有一切万法，它通通都起产生不善的变化了。就像您老所讲，真诚恭敬啊，它是本体。对，它是性德，性德，自信里头本有的本性，德性，不错，性德。是。那么这里边一起了妄念了，就是像您老所讲，它就对，变了。那就是病毒，是。现在讲病毒，它就产生变化了。是。这个变化是不善的变化，会给你带来灾难。这个本体就像我们所讲的这杯清水一样，纯净纯善。对。那么接受儒释道的教育，传统文化的教育，就是保持人一辈子都是这个状态。对，没错。那第一个好处是没有灾难。对，就是身心健康，这第一个好处。您老就是很好的对，榜样，身心健康。而且像您所说的欢喜。对一切众生都会有欢喜。那么再看今天的这个社会啊，大家好像也都很欢喜。吃肉，天天吃活的。我们看到他们的样子，在那个奔驰车、宝马车里边，大别墅里边，好像也是挺欢喜的样子。那么按照这个刚才的说法来说，他们在杀害别的众生。那么那些冤鬼，那些鬼神也好，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看不到啊，感觉不到啊。实在讲，没有离开他，就在他的周边。你说这中国人讲特异功能了在佛法讲有天眼通的了他们都能看见。真能看得到，真能看见。只是他现在还不敢动你。不敢惹你，因为他福气大，对你还有福报，你那个福报享完了，他就来找麻烦了。我听您老所讲啊，好多人的身后啊，有的那个天眼通的人一看呢，对，这个身后排成排啊，对，都是冤鬼等着要报仇的，要扒他皮的，没错没错，确实有这个事情。那我们不要说看到啊，听一听都对，是的是的。魂飞魄散，不错不错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哪一个人不造业？哪个人没杀生过？所以每个人后面这冤亲债主一大堆呀。我们自己也是如此，没有例外的。但是学了传统文化，学了这个，接受了宗教教育，知道有这个事情。那我们今天所修的一切功德都要回向给他们。哦，就是原谅忏悔。没错没错没错，我做一切好事功归你们，你们在督促我，我不能不干，我要不干将来你们就要找麻烦了。我这样干我们大家都好，我好你们大家全好，这才能化解。所以中国人讲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一定要化解，不能消灭。消灭是对立了，那个是怨恨上再加怨恨，没完没了啊。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呢，今天莫名其妙的生病，对，有灾祸，这些和冤鬼的这些有关系，有关系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很多病毒冤亲债主在作祟。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生病，对，我们看到那新闻报道里，对，儿童医院的前面，排成排，对，那个父母抱着孩子呀，在外边等着要挂号，很多，全世界这样的事情很多。对，那有人就讲过，现在杀这些动物，杀的都是幼年的小动物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这个原因。在中国古代，虽然吃肉，它有选择的，它里头还有道德规律。小的不可以啊，吃肉增长也有道德规律。有，《礼记》里边好像有。春三月都有，不许不许口。
甚至这花草树木，春天它在生长的时候是，不可以摘枝。那个违背天啊，道，对，春不天错，是生不的。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所以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秋天可以。我们还听说过民间有这样的事情，对，古老的大树，是吧？几百年的树，哎，这个家里人无知，他没有受过这种教育，就是人跟自然怎么相不处，他错，不知道。不错，他把那个树枝啊，很粗的那个树枝给锯掉了，对，哎，没多久全家就有人有灾难，不错，哎，就有人会死掉。不错，不错，像您老所讲，这个树有树神，有有，把他的家给破坏了。对，不是树本身是神，有灵鬼住在这个地方，那就是他的家，你把他的家破坏了，还要报复。再报复。所以佛在经上告诉出家的这些弟子，在从前，在山上修行，怎么搭个茅棚呢？要砍几棵树了。你看中这个树，要想砍它，3天之前要去祭祀它，诵经，给它回向，请他搬家。3天之后，我再来取这个是材料啊，我盖个小茅棚，这都是礼貌啊！1米以上的树上，啊，对呀，啊，一人高，一人高。啊，给一人高的树就有树神。我们看到的是一棵树，实际上那是人家的家。对，是人家。我们清净比丘，不踏僧草，那个草厚厚泼泼的。你从那上面走，你欺负他。有路一定要走路，除非没有路，非经过不可的时候可以。你念佛回向给他，对天地万物有这样沉静的心呢，这是最和谐的教育，整个宇宙的和谐，所以风调雨顺呢。那有人就讲了，哎，现在是房地产最发达的时代啊，嗯，到处都在砍树、开山、没错，填河、没错，建大楼，没错，啊，那个把这些山神、对，龙王、对，树神、不错，草木花神，不错，全都给破坏了，不错，那他他不们要服报啊，复啊。有啊，来找过我，很多很多。啊，来诉愿，我说我知道啊。他们家可能已经在那儿有上千年、几千年的时间了，对，就因为我们要赚钱盖大楼，不错，结果就给人家毁掉了。那么我们说一个，您老亲身经历的这么一个事情，很多人在经教当中啊也听到过，就是过去我们有个同修啊，陈小旭，啊，他在。过世的时候啊，哎，据说呢，这个常慧老和尚也在旁边，对，啊，您老也在，我在，也在，都在帮助他能够往生，对，但是呢，发现周围有很多要报复他的冤没鬼，错，哎，没错，那么那些冤鬼一直跟了他很久吗？对，问题，他是跟我们不合作。如果真合作，他没有问题。你说小旭是吧？对，是啊。啊，我们一再告诉他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佛经上讲这个大道理。你不能常常想病啊，你要想佛啊。他一天到晚的说，口念佛，心想病，这个问题不是严重的吗？啊，你越想他，他越严重。那么我们来讲，比如说，这个人病很重，对，或者寿命啊，危在旦夕，对，他心里想佛，那周围这些冤鬼来报复他的对，这些冤鬼会怎么样呢？他看到这个样子是吧？这个所有的冤鬼他会感恩，把功德回向给他们。对，为什么？给他是个启发。你说我们所经历的这真的，新加坡居士林，陈光别老林长，他往生的时候，
我在新加坡往生前一天，我给他做皈依，他第二天走的。走了之后，没几天，因为他走的时候正好我们那里短期的培训班嘛，培训班的同学轮流助念，24小时不断，念了好几天。有一天，有一班助念的回来，回来之后，有一个女孩子叫杜美璇，这个女孩子就被鬼附身，附体。这个鬼呢是陈光别老居士的冤亲债主，人数很多，有几百人，来要他的啊，对，要他命了。对，他说陈，他告诉我们的，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了，这做了证明。哦，他们说的，就是附身附体说的，说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很感动，我们不找麻烦，我们到这边来求皈依啊，希望来听经啊。他知道这好事啊，变成对呀，对对对呀，变成同修了。那时候我在香港讲经，他打电话告诉我，是，我说你们赶快给他做皈依，给这老领导的这个冤亲债主做皈依。听经呢，请他们到讲堂，讲堂给他们安排位，让他在那边听经。结果他们要求，他说讲堂的光太大，他们不敢进去。以后要求在餐厅，就饭厅斋堂，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临时放了一个电视，要求听《地藏经》。所以我们日夜24小时不中断播放了大概2个月，统统走了。不但不报复这个陈老了，对对，还来啊一块学佛，对，沾光了，沾光。冤仇能够化解，能够仇人能够变成朋友，能够化解，能够化解。他知道这个老居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了，将来一定渡他们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些灾难都是可以化解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再大的灾难都可以化解。不管是因为冤鬼报复，对，还是因为自己的内心，对，只要是改变了，对。我们呢，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这两个灯泡，这两个灯泡都是100瓦的，刚买来的时候啊，透亮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么一个呢，给它放在厨房，就这个，放在厨房3年，环境不好，没有很好的这种教育，都是污染的，对它的影响。3年之后，再开灯不亮了，全是油烟子被呼死了。对，这我们看到，它已经丧失了灯泡的功能了，不像人了。这个灯泡呢，我们放在一个没有任何污染的房间，给它很好的环境教育。3年之后一开灯透亮，还保持那个本善的那个人性。对，现在问题就出来了。现在全世界啊，这样的灯泡太多了。不错，不错。那么您老爷讲啊，用教育的方法。对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鬼神啊，另一个维持空间的这些众生们，对，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对。没有好的教育就变成这个，他们现在比人好教，比人好教。好教，那因为他们相信因果了。他成鬼了，他知道了。对对，他相信因果，他知道有报应啊。所以好教。所以现在是畜生好教，鬼好教，三恶道的好教。现在最难教的是人，因为人他不相信啊。你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历。有。那您说人那么不相信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疏忽了，疏忽了200年了。
这是这真正的原因。用那么现在就是科学发达了，科学讲证据，证据他要亲眼看得见，他看不见他不相信。啊，所以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，统统以怀疑的态度来看，那问题严重了。那您老就告诉他呀，让他修禅定，他就看得到了，人人都看得他到。定不下来呀、啊，定不下来。他定下来，不就问题解决了吗？他定不下来呀、您老知道啊，我们常常，在这个都市里面的农村，现在也是这样。对。现在我们看这个报道，农村杀人的农民，嗯，是吧？在监狱里的很多呀，走在街上到处都是诱惑呀，天天在把这个灯泡啊，对，油烟子给他呼死啊，对，他那个人性透不出来。不错。那么，像论坛也好，像听您老的这个经教也好，培训班也好，教育，人性的教育，一擦一点呢，它就透亮一点，透出点光明来；擦一点呢，透出点光明来。对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听到您老所讲啊，有一个觉悟，恢复宗教的教育，恢复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传统文化的教育。那么像您老所讲，鬼神很容易受益，对，是不是他们也在听呢？就在听。我们每一场讲经，现场这场虽然不大，我们坐的人不多，可是鬼神很多，鬼神很多，很多很多。他要求我们立牌位，不立牌位他进不来。道场都有护法神，我们也是看不见。我听有的老居士讲，还有的人特异功能，他讲，他说这个周围很多都是跪着的，那些灵鬼。没错。没错，他们非常恭敬，所以他得意，他得意比人得意的多。我们每天在这讲经，真正得利益最多的是鬼神。那么换言之啊，人要是想能够比鬼神受益还多，对，真的是成为人道啊，善道，对，那么是不是先得把这些恶缘断掉啊？没错。这污染太重了，天天是这种状态，那是不亮啊。没错。所以现在这个事情，它整个社会污染，大环境污染。所以维持自己身心清净不容易，只有善根深厚的人，从自我修起。你染污再多，我不接受。你比如染污最严重的，网络、电视、是媒体，是。你虽然普遍在这个空间，可是我不看你的，我不听你的，我不接触你的，我就能保护自己，这很重要啊。那您知道现在千家万户，全世界都这样啊！一回家，对，他家长先把电视打开，对，是把那个电脑放在儿子面前，对，小学一年级就学这个没错，没错。一打开一看，什么都有。对，不错。所以像我学佛之后，大概离开媒体的时候，也至少50年了。您学得佛大六利十年，前面10年偶尔看看，10年以后根本就不看。不再受这个污染了，所看的书都是古圣先贤，都是经典，这才能保得住啊！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感应，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六十年前，磁场最好的是书店。哦。你到书店去买书去，它先定的。是。你在那里细细观察浏览。现在不行。现在那个书店里头，你进去的心都是毛躁的。浮躁。对。那书里的内容啊，不善的东西多了。
那个也是能量，哦，这能量信啊，息，对呀，一进去之后感受完全不相同啊。因为万物都是活的，对，不错不错，都有收对藏对形对，不式。错不错，那个纸张啊，给它印上"杀到淫忘"没的，错没错没错没它也有错，恶的那对个对对对，信息不发出错来。不错不错，这些整个都会影响影城响市、会乡影村里响的会人们。影响会影响。所以《弟子规》里讲"非善术秉勿不视"，错，不是好东西，不离得对，远点。不原因那个发射出来的能量不信息不错不好，错不错不错，这不么错，回事？那这么回事？那生活在这种染缸里边的人，对，他是不是很难聪明，很难做正确的判断，当然当然，老做傻事不错错事？不错。所以这个事情哦。太麻烦了，所以我跟常乐讲的时候，凤凰卫视的老总你们两种人啊，有办法啊，你能够救世界、救社会，你也能够毁灭世界啊！你天天播放这些染污的东西，你就把世界毁掉了。如果你每一天播放这些正面的、善良的，他说现在社会上需要钱呢、啊。人家这个生意拉广告的嘛，他要这些东西啊，好像吸引顾客。我说错了，我说我们也有个电台，没有拉广告，华赞卫视啊，对，我说我们一样是活到现在呀，还活得不错啊，有5年了吧？9年了，9年了，对了啊，没有一点广没告。有一点呢，啊，我们只是把自己银行账号的时候，这个打到字幕上，大家对，看，就有人自动送钱来呀。我估计送的还不少。要不然不可能9年了，对呀，就没必要对，没有去必做要那些嘛。事情。哎，你做好事，好人都支持你，好人不少饿不死，不要害怕。啊，不要害怕了。你说你多累呀！现在关键的问题啊，您老可能不了解。越有钱的人呢，他越难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位置啊，他下不来了，生活太优越了。我跟别人比起来，我怎么能差呢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实际上这是完全看表面，实质上他活得很痛苦。您知道现在全世界这个标准呢，是谄媚富贵呀、啊，天天那个排行榜啊，哎，是首富啊，哎，第二富都比这个呀，这是现在的价值观呢，啊，以有钱为荣耀。所谓还有一句话，这个笑贫不笑娼啊，女孩子当娼妓，我们见到很多呀。对，哎，还有人羡慕她，当黑社会的人家羡慕她。你甭管这个钱人家怎么来的，人家就是有钱。现在是这样了，哎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用这个餐巾纸，这是正常的人性，啊，很规矩，很干净。现在都这个样子了。都扭曲到了极点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，还能不能教得好？哎，有人就讲啊，说这个灯泡您看，它是不发光，它里边亮啊。但是现在很多人他真的是没信心了，这么个烂摊子，这么一群人，是吧？您跟他说，给他好书，他给扔到一边去了。这个东西要教，你给他书没用。你哦，如果说是讲解，啊，讲得很透彻，啊，每一天在电视上播放，哎，他就有兴趣了。那真得有一个好电视台，啊，对，好媒体，对呀，对，这是国家啊，需要下脚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做，就会带领到全世界，现在是一个榜样，就是一个都没有。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，所以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这一次，昨天首相给我们签字了，啊，还写了一个祝福的话，啊，希望这个事情能做得成功，啊，就是汉学院，如果汉学院建好之后，汉学院里头有自己的这个卫星电视台，哎。
每一天上课的这个课程不必特别忙，就在教室里面就是把它录下来嘛，是天天去播，对全世界播，那个产生的效果就很大，那就世界了啊。对，我昨天跟首相讲啊，我说你可以救世界，是吧？还是有这样的明白人。对，对他鼓励我们做。那那些，就是这些扭曲的，对，啊，这些污染的油灯泡，那也许在家里听着听着，哪一天他就听明白。啊，不错，不错。现在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。对，我们汤池实验室增长了我们信心。没实验之前，我们自己也怀疑啊，也信心不足啊，啊，是这个社会是这样，真行吗？真能办得到吗？我跟马哈迪见面的时候，是2005年的，我们中心还没开办呢。是。那个时候我跟他讲，他问我的问题问得很严肃啊，他说这个世界还能有和平吗？啊，我当时答复就是四桩事情。是啊，国家跟国家，政党与政党，族群与族群，宗教与宗教，这四个都能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世界就和平。那么很多我相信呢，包括联合国的官员呢，对，都想请教您老人家，这四桩事情，那哪个国家都想做呀？对。就像马哈迪长老他的感受一样，这可能吗？对，啊，国家跟国家对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您知道现在朝鲜半岛现在已经都不行了，这个太紧张了。族群跟族群平等对待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政党，那就更不要提了。我们现在常常看到这些民主国家打成一锅粥啊。哎，然后就是宗教跟宗教，对，巴以冲突，对，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。对，现在问题，我们就想请教您老人家，头一个问题，对，啊，他这个，我跟长老讲的时候，如果从宗教下手，有可能做到。我这个话他听懂，嗯，我的话讲跟很多人讲过，都没有这样的反应，嗯，他懂。因为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，这个人数啊，比例啊，超过不信仰宗教的人。宗教如果能团结，啊，肯定影响政治。现在政治大多数民主啊，哦，他要票源呢，对，哎，会影响，也会影响政党，影响族群，这他听懂。全世界的信众人数啊，对，超过得有40多亿，对，不错。这个宗教要团结，宗教团结呢，我们在新加坡做出来了，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啊，在新加坡，我在那个时候是9个宗教，现在10个宗教，确确实实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。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啊，您老人家真的是第一人啊，能够把9大宗教团结在一起。嗯，那么大家，就想请教啊，用的什么方法灵丹妙药能够让大家手拉手？首先自己要谦虚，要诚恳，真诚谦虚，问题就解决了啊。我们主动到不同宗教去访问他们的神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敬礼啊。他们用跪拜礼，我也用跪拜礼，我拜他的神，他在旁边看着欢喜啊，啊，没有排斥啊，赞助他们的慈善事业，啊，跟我们一样，啊，你需要有困难帮忙，我们全心全力、无条件来帮助你。那么，您老人家佛教徒啊，去跪拜对耶稣基督啊，对，是的，穆罕默德对啊。那么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信仰中自己的，那是佛菩萨的化身了，
啊，都是对呀，一个自信，一个真神的对嘛，化都是身。一个真神的化身呐、啊。啊，这个真神用在不同的场合，以不同的身份出现，它没变呐、啊。那么经典的依据呢？您老师，经典依据，你仔细去研究，80%相同，都是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啊，不同的少数那是什么？每个地区文化背景不一样，生活环境不一样，他要适合那个环境。所以特别给他加几条，啊，对，跟不错，其不他错，地不方错，不哎，一样。主要的时候决定是一个方向，神爱是，那个爱字永远不变。佛家讲慈悲，啊，伊斯兰讲也讲慈悲，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他讲仁慈。是，你看佛教讲慈悲，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，这是一家人。完全是一回啊，事。对对对，是啊，连儒家的孔儒家老讲夫子仁呢，仁仁义呀，讲仁啊，道家讲慈。啊，对，是啊。所以，爱以这个字为中心，是全世界所有宗教的核心。这个能不能说，就像您老所讲，这个纯净纯善的这个人没错，性啊，没错，它表现出来就是爱。对，是我们心目当中看所有宗教的神，都是毗卢遮那佛；所有宗教的经典都是《大放光》和《华严经》，我怎么不礼拜呢？啊，所有这些宗教徒都是真正修行人，都是菩萨。菩萨在各种不同的身，所以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我送了一张千手观音给马哈迪长老，我们这个但是你那一天在做，出来你怎么敢把这个东西送给他？就是佛教的送给伊斯兰教，哎。他那个表法是这样的：观音菩萨上面不是有32个面孔吗？是，那32个面孔都画成一样的，是错误的，应该画成了不同宗教、不同族群的面孔，啊是一个一个神啊，有黑人、呐、啊。白人、黄种对，人，哎，那就叫绘画，那懂得真正的意思。啊，哎，32应呢，他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是先用什么身的。哎，应以基督身得度，他就现基督身。哎，应以阿訇身得度，他就现阿訇身。这你才真正懂得他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人类世界啊，对，它这个人种不同，啊，不同，族群不啊，同族群不同啊，有黑人，这些有是热过带程，的，有哎，寒带的，对，所以说这个自信，这个真神呢，对，它就示现不同的神。对。那他要是应该以这个，比如说，这个，有神通的这种情况下该得度的，就示现济公身。对，不错。所以你懂得佛家表法的意义，你就真正理解整个宇宙是一体。尤其佛说的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”，要不要拜？这他本来是佛吗？我拜佛吗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讲绝了啊！所以。你分这个分那个是自己，那是烦恼啊，那是对习立，气，那是错误的啊。佛法里头你要进门，头一个放下对立，就是您老讲边界。啊，对边界，对呀，啊，要放下对立，啊，完全没对立，整个宇宙和谐的。全世界不光是我们受的教育就是对立啊，对，矛盾，哎，哲学。这是错误的，唯心唯物哎，所以那个啊欧阳靖武啊，啊，他说佛教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，因为哲学是对立的，是门锁对立的，对，佛教里没有对立，对对，吧？就是而为经世所必须，就是现前的社会必须要的。像您老所讲啊，宗教的教育这么好。对，人性的教育让大家没错，都恢复人性，对，都有光。
名，不错，哎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大家现在看一看，世界各大宗教，很多都有丑闻的，对，而且到那儿之后，我举个我自己家里的例子，我的外公外婆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，这跟伊斯兰教有这么深刻的关系、啊？我的这个血液里还有这个成分。对，但是我从小到大呀、啊，一直到他们老人家过世了，我都不明白，这个伊斯兰教，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规矩？这到底为什么要相信？这个伊斯兰教我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，我问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我问我的妈妈，妈妈也不知道，妈妈快70岁了。我说您老知不知道？也不知道。那么这次您老到罗马，您看到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个调查，全世界40多亿的信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这个信仰啊，知道他的这个宗教是什么意思的？那人家说我们是迷信，说他们是迷信，不是没有道理、啊。对，对。那您老讲宗教团结，这个糊涂人他不容易团结。对，对，对。团结要从上层，真正对于经典有研究的、有德行的人，由他们来带头，大家就相信了。哎。你要是细细去读古兰经，我读过古兰经，我读过圣训，所以我跟伊斯兰这个感情很深。他们东西确实是好，跟中国传统文化像弟子规这一类的普世教育，就教化一般老百姓的，他东西内容非常好，好多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看到您老人家做了这么一个功课，这是替各大宗教在做这个功课。上边呢，就是把好像有将近20多个宗教的十个啊，这个经典里边的啊，所有的这些啊，这些真言，对，都把它罗列出来。对，发现呢，我们一看相通的，对，啊，一样的，不错。特别是你看佛家讲的五戒，中国讲的。这个无常，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有，这是基本的教育啊，这信德了，仁义礼智信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几乎每一个宗教都有。四个根本戒是决定有的，就杀盗淫妄，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不妄语。那如果每一个宗教都讲啊，每个宗教的教徒们对，都是真正的相信他的信仰，对，都按照这个去做，对，那这个40多亿人一团结，就问题解决了。世界人口一半多呀，对，是啊，那就那比8000人多多，比做出最好的榜样啊。世界大同、世界和平不是做不到啊。那么有观众就问这个问题了，嗯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国总统啊，举个例子，美国总统每次都讲啊，上帝对啊保佑美国，对，他是基督徒，对，这个基督徒发动战争啊，基督徒人家说他很霸道啊，这个大家看到，你看这些信徒啊，他还当总统的信徒都有啊，他们都在这么做事，谁能教得了总统啊？是，问题是这样的，你看真正原因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宗教啊只讲形式啊，这个我们中国人讲仪规，他只讲这个，把经典的教学做好了，还是处在这个地方，还是教育啊，对，没有了，哎，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跟宗教接触，普遍劝大家就是要教学啊，我们自己做一个样子，做个例子。啊，我这个教学，今年教了53年了，天天都不间断。哎，我做给他们看了。啊，如果每个宗教，这个传教士都重视这门东西，
孜孜不倦在经教上下功夫，自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在与社会一般大众来分享我们的修学成果、修学的心得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发现呢，您老人家，而且是佛教徒，这么一个人啊，还不是官员，对啊，就能够在新加坡做一个实验，团结九大宗教。嗯，其实不需要太多太多的这个成本呢、力量，一个人就能做得到。对。对，那么团结这些宗教其实并不难。不难啊。人都有人性啊。对。人都有好善之德了。你一接触。对。一接触就变成朋友了。就是是非谁倒在一起天然团结。对对对，就变成朋友了。这我们去年就开始做了。这澳洲金宗学院正式开古兰经的课程。哦，在讲他们的。对，我们去这个老师就是哈比沙山介绍给我的。嗯。啊，这个汉尼夫啊，他是个回教长老。嗯。啊，我们请他教我们古兰经。我还澳洲有一个，他不是牧师，但是他有牧师的资格。啊，他是教这个教会里面承认他可以传教，他可以代理牧师。我请他教圣经啊，学习我们带头干啊，我们佛教正式要来接受其他宗教经典的教育。就是您老所讲啊，首先要想团结别人的话啊，对，不错，第一个自己要谦卑啊，不错，要谦卑，我要学习，谦卑是要做出来的啊，我要学习，要认真学习。啊，我还聘请他们，我们的待遇是大学教授的待遇。哎呀，他们教得很认真，很欢喜。现在图文巴这个小城，我居住这个地方，宗教团结起来了。那您说，如果要是有一个电视台，对，把这些天天都播出去，没错，那个世界各大宗教还有这些教徒们，对，他们一看。哦，原来我信仰的，比如说伊斯兰教是这么回事啊！对，不错。所以像您老所讲，这个伊斯兰教吃东西，对，我是第一次听到。我生活在一个伊斯兰教的家庭，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，真是不知没人讲。哎，原来他们这个吃东西啊，哎，卫生，对，卫性还卫心，对。对，哎呀，其实他的经典里就有，就是没人讲。对，不错。结果这么多年之后，让一个佛教徒，让您老人家给讲出来了。这个我妈妈回敏听到之后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都不知道，好可怜。经典经训好，我非常喜欢看这些东西啊。老一代的中国，老一代的这些伊斯兰的大德有德行啊，所以中国伊斯兰教里头有中国传统文化。为什么？他们看佛经，他们看儒家道家，他都看。哦，融汇在古兰经里头，而且它本来也是相通的啊，对，本来相通是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到印尼，你就会看到印尼苏门答腊的这个回教跟爪哇不一样。哦，苏门答腊是从中东传。爪哇的是郑和传的啊，郑和传的里面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在里头，有儒释道啊，对对对，所以它很温和，很温和，对，不错不错，哎，哦，那北面的就很强悍，那不一样啊，所以它这里头有中国文化已经融进去了。郑和是伊斯兰教啊，老板是佛教啊。他的老板是永乐大帝啊，永乐皇帝，永乐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，把中国的这个儒家温良恭俭让对融合在里面，对，融合在里面。那么现在啊，大众有一个问题，嗯，啊，人性这么好，像这杯清水一样纯净纯善，对啊，像这个灯泡一样啊透亮，对。那现在问题出来了，问题出来在哪里呢？打个比方。
这两杯水，是吧？一个是啊，以色列，一个是巴勒斯坦，天天打，是吧？而且双方呢都有信仰，都是宗教徒，大家看到这种啊水火不容的这种情况啊，黑白这个不容的情况啊，大家看不到希望。为什么？你宗教徒都这个样子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宗教、学宗教？那么，我们看到很多新闻的，看到很多新闻的，美国总统、世界各地的这些政要，包括啊一些宗教界的领袖，都解决不了巴以问题。咱们拿他做个例子，人性如果有这么大的力量，本来它就是融合的，那么请问您老人家，巴以能不能放下武器不打了？如果用宗教的方法去调停，可以收到效果。用宗教的方法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从来没听过呀，啊，您老可以对，给我是们没讲听讲过。哎，啊。宗教是启发人心的。你也是宗教徒，他也是宗教徒。你们宗教徒经典有没有叫你杀人？神只叫你爱人呢，没有叫你杀人呢。我们看到有的那个恐怖组织，他也讲我们要发动圣战呢。不，他的圣战解释错了，圣战是抵抗侵略战争。啊。哦。不是你发动战争，那叫圣战，没这个道理。伊斯兰这个《古兰经》里面有圣战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穆罕默德当年在世的时候，这个阿拉伯这个国家四面都是敌人，都想把他消灭，你能不抵抗吗？这个抵抗叫圣战。我们中国过去对日本8年抗战，那叫圣战，哦。不是侵略战争。不是互相报复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现在他们是互相不，报复。你在《古兰经》里面说，这战争当中，敌人放下武器，就要把他看作兄弟一样。哦，不能够虐待他。他只要一放下武器，没错，没或错。者就是说他心里边对，一不错，不放错。下这个念头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。对，就是兄弟。就要照顾他，要爱护他。这是他的信仰啊，对，是啊，教给他的，对，是他的经典啊，对，告是诉他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作为一个信徒，他不能背叛他的信仰。对，现在就是这经没人讲啊，信教的人很多啊，这是瓦西德告诉我的，这是印尼的前总统，虔诚的这个教徒，跟我关系特别好。这次我到印尼是纪念他逝世1周年。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跟他交往10年，他告诉我的，这个穆斯林就是回教徒，他们对古兰经阿拉伯文写的都能够背诵，能够够背背诵的诵，人很多，但是不懂意思。中国也很多呀，能背诵，不我懂意听到思。这个话，我说这就好像中国密宗一样，密宗会念咒，你咒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那管用吗？啊，那去念这个咒也管用，也管用。也管用。嗯。你念到什么？念到一念不生的时候就管用了，入定了，定能开会。对呀，那让他有这种方法，也得接受教育。那没人教给他，让他对进呀，入这个状态，不他也错，不知道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所以宗教出了麻烦就在这个地方。实际上你说经要讲解，要把它讲透。神是什么意思？神是怎样教人的？希望人都做个好人，希望人与人都能够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。这是神的意思。神没有叫你对立，神没有叫你报复，神没有叫你作恶。神没有教我们杀人。对，我在没有接触佛教之前，我也是一样排斥宗教啊，不知道啊，我是
方东美先生把佛教讲清楚了，我搞懂了。然后看所有宗教，我都看懂了。啊，我一接触别人，真好啊！啊，所以好的东西我都把它用笔记记录下来啊。啊，世界宗教第一家这个观念，我不能说我先提出来。在1300年前，少林寺的那块碑，三教，人家早就提出来了。对，啊，三教九流是一家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我们1300年之后，我们想到这个问题，看到这块碑，没话说了。啊，这就不假了，他给我作证了。啊，我们这想法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。啊，那么就像是多元文化，今天这个新的名词，在中国1300年前，中国已经落实了。那么您说这种方法在今天啊，应该也适用？哎，是。啊，中国有很多的信众啊。对呀。啊，如果他们都遵守自己的教义，不跟人对立。对。首先这个社会就安定了，这是国家领导人太欢喜的，省长市长都欢喜的。哎，第二个呢，遵守啊教戒，对，是吧？就像您老刚才所讲的，那就更和谐了。对，那中国就可以做一个好典范。对，我好像是80年代，是80几年，记不清楚了，接近90年，我第一次回国，赵普老见面，嗯，同乡啊，是。破老那个是80岁了，通常接见人是半个小时，不超过半个小时。那一天高兴，我们谈了4个半钟头。晚上招待我吃饭，我就向他建议：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教学，最好的方法，国家办一个宗教大学。宗教大学。对。每一个教一个学院，那这不就以后所有宗教都是同学了？啊，这不同课、不同院系嘛？对，我们都同学嘛？对，啊，这个学校里头，这个主要的一个课程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宗教概论。宗教概论。哎，宗教概论里面就是各个宗教的大一大一这个概略的时候，你都学到了。就像我讲的这个认识佛教。啊，认识基督教，认识伊斯兰教，认识伊斯兰教，就这些东西，为什么你都能够了解一个大概？我说这里冲突、矛盾全化解了。你不认识他，你越想越魔啊，就错啊，不错了、啊，就对立了。你都真了解、都接触，没有啊，什么问题都没有啊。啊，你看我跟这些，这个在新加坡。团结宗教的时候，是最困难的是基督教。最困难的是基督教。对，跟他这个教完结束的时候，嗯、认同啊是最困难的，3年，其他宗教都不到1年就认同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他们很比较执着了，但是一认同之后，哎呀，真像亲兄弟。回教徒办事情，他们真掏腰包，真拿钱了。啊，拉的不少啊，就捐到10万块，我都吓一跳啊！啊，对其他宗教已经这么慷慨啊，人没有不能感化的，感化不到是我们的真诚还不到位。就是您老所讲那个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程度啊，啊，对，众生不得啊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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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他都是佛啊，他都有自己的真心自信，都是人一定能教得好，能恢复那个人性，不错不错，到死这个人性都不泯灭。对，您老所讲啊，人没有生死啊，众生没生死啊，人性也没有生死啊。我在日本教了一个，也是他们的基督教的一个领袖，嗯，啊，他是大学教授，石井牧师，就变成好朋友。我到日本一打电话，他就来了。
孔老夫子讲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弟兄这个话有太深的意思了，一点都不错。无非就长的样子不同，对，其实是一个根。不错。石井曾经问我，我们也是在电视台，这个访问，他问我十几个问题，我都给他解答，他非常满意。他就是法师，好像没有问题把你问到啊。最后呢，我还有个很棘手的问题要问你。我说好，什么问题？他说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心量比较狭隘，不能包容，这个怎么办？啊，这他自己讲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啊、他这是非常这个棘手这个问题。他意识到了。啊，对，他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说这个问题就在圣经里头。啊，圣经里头，圣经里头哪一段呢？啊，我说圣经里头有没有讲过神爱世人？有。有没有讲过上帝爱世人？有。我说最基本的话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我说你也晓得，上帝爱我，不爱你。他愣了一下子，怎么爱你不？我说我是世人啊，上帝爱世人啊，我也爱上帝啊。对啊。他为什么不爱你？你爱上帝，不爱世人。我说你跟上帝，这个违背志同道合，对对，是吧？最后告诉他，上帝爱世人，佛教的慈悲都是抽象的，都是抽象的，怎么落实啊？落实是应该，我们宗教里的神职人员把上帝那个爱接受过来。我们转过来要爱世人，代表上帝爱世人，这就对了。他赞同我的说，不是只爱基督徒，爱一切人，爱一切众。对对对，你要代表上帝爱世人，要不然上帝这个爱落空了。啊，佛也是如此。啊，神职人员没有别的，就是代表上帝的，要代表神的。我们记得瓦西德长老啊，对，说过这样的话：今天的人们呢？全世界的宗教徒都看到了上帝的外衣，不知道上帝在哪里。那么请教您老啊，上帝在哪里？上帝在人心，是在你心里头。上帝无处不在，无所不在，在佛家讲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。造物主嘛，那岂不是说我们自己就是上帝？没错，是的。我们做到了啊！对，你能够回归到人性了，那就是上帝，就是恢复到、啊、对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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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确实是如此。那么您老讲这个宗教团结啊，对啊，佛法讲六合敬，对，六合敬现在问题出来了，一个巴勒斯坦人，一个以色列人，现在就向您老请教，是吧？他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的，把他变成我这样，我们就一样了。对，那就太难了，把这个变成一杯清水就太难太难了，是吧？但是按照您老所讲啊，就是他不跟我喝，我跟他喝，没错，就我这个到他那里面，对，哎，他那个就把他冲淡了，就这个道理，他也受了影响，对，不错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说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一定记住，过失不在别人，过失在自己。就是要想让他发生改变，没错，是我倒到他这里去，没错，没错，我跟他和，不错，不错，他不错，我们也成了一体了，他也变淡了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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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不是说他必须得先变淡了，跟我倒到我这里边来，那不行，不错，哎，不错。他一定慢慢会恢复到清净。他只要常常跟你接触，他就会受你的感染。慢慢他就觉悟了。啊，现在时髦的名词叫人生的价值观。啊，人生的意义。啊，那你真的找到了。人生价值观。与物质、与精神都不相干，精神比物质高，但是还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个真的，中国人讲的，止于至善，
啊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哦，哎，那是真的，那超然的，啊，超越了自然现象、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超越了。这个止于至善，就是在行为当中对，啊，啊，他也能表现出来自信。对，自信虽然看不到，但是在。对，对，自信表现在日常生活、穿衣吃饭，表现在一举一动，表现在工作，表现在待人接物。如果没有这些用途，你晓得干什么？那就是假的了，所以它是真的。我们看到这次啊，您老访问罗马的这个记录啊，这个有一篇日记上面写，好像是哪一个宗教的人啊，一个神父对您老讲他的感受。这次是第一次见到您老，就发现您老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啊，就像上帝在人间，是上帝在跟他们说话。佛教徒为什么能出来这种效果？没有别的，无论是什么宗教，无论是什么文化，它的根、它的本就是真诚。真诚，对，以真心、真诚待人接物，啊，没有一丝毫虚假，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。啊，为什么我这样接触你？你的本性跟我是一样的。但是您老知道，现在人对真诚没有概念了，他不我知们得真感诚。动他，你得一定要用真诚对待他。那他欺骗我呢？他欺他骗伤你，害我呢？他伤害我，我还是真诚对待他。他总有一天会觉悟，我这一生当中那个人是个好人，我对不起他。永远不要求别人，啊，不不要要求，求别的宗啊，教，不要求，不要就求，能团结。对对，一定是一家人。啊，我关怀你，我照顾你，我常常念着你。啊，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我全心全力帮助你。就像您老所讲啊，自己成菩萨了，周围都是菩萨；啊，对，没错，自己成佛了，对，敌人也是佛。啊，敌人也是佛，绝对没有敌人。那他明明在伤害我吗？他明明在啊，欺负我吗？这个是假东西啊。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怎么会有伤害？《多般若经》里难面讲的，这给我们讲事实真相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谁说伤害？没有啊，伤害不到，伤害不到啊。这个身体丢掉，再换个身体，比这更高了。不是原来这个样，肯定是步步高升的。啊，不但你不怨恨他，你感激他，他帮我提升了，这多快乐！那么我们替很多宗教的这些领袖们呢，对，向您老提一个问题：信徒，全世界的宗教的信徒正在减少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对。什么原因？怎么解决？这个我跟陶然主教讨论过这个问题啊。我们要想到，当年这一些圣人他们创教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信徒跟着他？为什么世世代代有这些圣贤沉船？把这个教的时候，延续了几千年、几百年。当年释迦牟尼佛是无比丘跟着他啊，对，最后造对这么对大对，的规是模，是啊，也在整个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，是是什么？是教学。哦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学最长49年，穆罕默德27年。耶稣3年都被人害死，摩西也是20-30年，全是靠教育啊，社会教育，教的什么东西？
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大家学了之后，人与人之间都能够相亲相爱、和睦相处，这多好啊！所以太兴旺，太兴多多。今天问题出在哪里了？我们把教育疏忽了，我们只注重形式，形式不能服人，形式有效。你比如灾难来了，我们祈祷真有效，但人不相信啊！啊，人家说你说根本没灾难，你胡造谣言，那他不相信，你不能拿出证据出来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要这个宗教要再兴旺起来啊，信徒要年年上升的话，必须要把教育搞好啊。那么现在在这搞宗教教育非常有利。就是今天的社会，这个世界上普遍都这种情形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，缺乏了伦理教育，所以人与人关系不同，不知道关系，啊，没有尊卑，啊，没有礼节，所以才父子相杀，是，所以这种惨事发生，啊，所以就伦理教育关系，啊，道德教育。因果教育啊，能够说普遍就弥补现在社会教育之不足，就是他原来经典里早就有啊，有，只不过是把它讲出来就可以，没有人讲出来是啊。那么其他的这些宗教的经典里面也应该有，啊，都有啊。你看我那个人跟人怎么相处，哎，我那个本子上不是十个宗教吗？都有，全都有啊。我所选择的就这三个东西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道德、因果。啊，这个什么？这就是小学教育啊，普世教育。人间人必须要学习的。人间正常的秩序。对。必须要学习的。你才像个人。啊，做人的一个基本的条件。有的政治家很多，包括您老所讲联合国，可能秘书长都有这个担心。对。大家都听这些。啊，主教的都听这些诸山长老的，高僧大德的都听宗教的了，就不听我们的了。他有这个担心呢，他控制不了这个国家，控制不了。你要学啊，你说中国古代历代帝王哪个不通啊？儒释道个个都是行家，你没有法子欺骗他。雍正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啊，真是佛门高僧大德。很多都不如他，没有那么可怕哈，啊，而且这是好东西，好事情嘛。雍正皇帝讲经啊，还有人听了开悟的，何乐而不为，啊？就是这样嘛。我们看到有一些官员呢，确实有这种态度啊。实际上讲，就是国家要办宗教大学。办宗教大学，对，团结宗教，要办传统文化大学，团结族群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如果说宗教里面这些领袖人物的，都从这个大学毕业，都有同学关系，同学，哎，而且这个经典的时候互相都在阅读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而且还都不违背各自的信仰，啊，不违背啊，绝对不违背。哎，虽然学了其他的呀，啊，将来修自己的这门功课，啊，对，不错。哎，自己还是本宗教的信徒。啊，对。你看《华严经》末后53参啊，53个不同的法门呐，啊，善哉通通都去参学，都去学习，他自己还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不影响啊！不影响，不影响。您老曾经啊，拿这个手做过一个比方。对，啊，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不错。哎，最后他的这个，哎，对，是一个，都通到一起，通到一起，确实如此，是吧？这个事情是，几年前我在印尼回教大学送我博士学位，是。那一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是他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，
啊，都参加我这个活动。有一个学生举手问我这个问题：在宗教怎么能团结起来？那就是啊，啊，他说这不可能的。我就告诉他：你不必学别的宗教，只学你自己的宗教。你不断的深入，你看从这深啊深入，深入到这个地方还不通，深入到这点你就全通了。你所有其他宗教，这个教义你都贯通。您说这个首长啊，这个大家啊，对，就是同根同源的这个地方，不错，是不是指的就是人性？没错，人性，对，佛家叫法性，对，这个情与无情，同源同种源，质，不但是宗教，还不错，一切万物桌椅板凳，跟我们全都贯通，都是一个性。对。所以要深入。我们有的时候啊，看到现在很多的宗教的信徒啊，追求名利啊，搞这些金蝉佛事还收费，这个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啊，是用官方的影响比较好一点，还是来自民间的啊这些高僧大德的影响啊，好一点。这个还是要制度，要建立制度。制度，一定要办学，要办宗教大学，啊，才有救。啊，对，你比如将来的时候，传教士，跟这个道场，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护持的，我们先讲执事。执事啊，就是教员支援。是。教支援，支援是护法，教员是弘法，是弘护人员都要这个大学毕业，不是这个大学毕业，不可以做这个工作。就像从前度牒，度牒，哎，很像这个，得有资格，就把这个宗教弘护人是这个资格提升了，用这个方法啊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这个。那参差不齐啊，问题一定会有。就是用制度，国家来管。对，不错。不这么弄。哎，那国家好啊，国家的时候，所有宗教时候你都掌握在手上，一定是推动你的政策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啊，对于国家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没有帮助，历代帝王为什么干？那盛世也不可能出现。他们不是。不是没有智慧啊，都聪明啊。我们看古代的那些，不要说帝王，普通的一个县官的，对，我们去参观那个博物馆了，对，写的文章，对，哎呀，现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写不出来，对，哎，但是现在世界各地领导人会干嘛呢？会造汽车、造飞机、造轮船、造军舰，这行吗？这认为大家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啊，不错。实际上，这个无论科技进步，如果把人文丢掉，后面灾难跟着来，它有副作用。如果跟人文结合在一起，灾难就没有了，那真正的是幸福，是美满。就是这些啊。科技也会用得好啊，对，不错，不是说要消灭它，啊，对，要会用啊，会，对，用错了会用是好事情，那要是用错了就毁灭了，啊，不错，所以如果真正跟文化相结合的时候，这种科技向什么方向发展呢？往利益人民啊，生活这个方向发展。如果说我们衣食住行上不需要的，这个东西不要。像战争的武器就不要，不发展这些。那我们打不过人家啊，不需要打，世界是一家，是和平的，不能打。啊，宗教真的要是做好的话的时候，哪里打仗呢？你这个国家的时候，这个政治清明，在中国古代都做过那么多年了，差不多将近2000年历史。你这个过往你做得好，别人都羡慕你，都尊重你，都向你学习。他是搞文化，他不是搞武力的。
那无力是怕你服你，这是心悦诚服，那怎么会一样啊？啊，中国过去尧舜禹就是大同之治，啊，三代夏商周，将近2000年了，小康之治，这都是我们后人非常羡慕的、向往的，都是用文化、用仁义道德，没有用武力。哎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看史料啊，那真正是出土的文物，那是真实的。对，啊，夏商周那么古老的时候，4000-5000年前，对，那个时候啊，他们就讲祭祀，对，讲跟鬼神之间的关系，不错，不错。那会儿没宗教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就知道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认为那是原始社会愚昧落后的，他们在这个迷信，不是，这里头鬼神是有，但是。祭祀还有一个意义，慎终追远。你对于古人都那么样的尊敬重视，你对于眼前人能不尊重吗？道理的是慎终追远，宁德归厚啊，培养老百姓的深厚的德行，就从这做起。孝道的教育，孝道，那是叫孝。现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我们看到您老在讲话当中也提到了宗教团结，宗教的教育，对啊，这些都能够啊化解灾难，拯救危机，能够给世界带来和谐和平。不错，有几个条件，假如说啊能够遇到名师益友，这是个很重要的条件。不错，那大家就问呢，各国政要也要问呢。我们到哪儿去找名师？什么才是名师？你真正有诚心去找，他就来了。有那么神奇吗？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哦，我就是心里求，对，祈请，对，啊，哎，对，菩萨就有感应，佛菩萨到世间来是众生有感，他有应。你真想学好，他就来了；学坏，他也来了。学坏，魔来了。魔来帮助你，帮助你学坏。你要学好的时候，佛来帮助你学好。全是感应的。那我们看现在这很多人呢，都想贪嗔痴慢杀盗淫妄。谁说魔都来了？他旁边全是魔啊！满街妖怪，都是帮助你杀盗淫妄啊！都帮你干这个的。啊，你要是学好的时候，周边都是佛菩萨，都是圣贤君子，他就来。那我们岂不是说，我们每一天想的这个事情，没错，想法太重要了，啊，太重要，是重要了。所以说，为什么，哎，你看，连美国这个科学家都叫人端正心念。哎，美国科学家讲，你这个态度就是思想啊，你的思想要纯正的时候。你身心健康啊，感召来的都是善，啊，不会有灾难的，对，他都懂得了。那各个国家的领导人，省长、市长、县长，他们是父母官的，对，他们要是天天也想善的，对，那也能感得来，能感名师益友，对对，能感，肯定能感，是自然而然的，自然而然，不要去求，对，你这个就是求了，哦，你自己想就是求了。那现在是我们这个东西也是心有所感出来的，群书之要，群书之要啊！我觉得这个东西能救我们社会，能救地球啊！这部书唐太宗编的《贞观之治》就靠这个，1000多年前的书。里边的经典内容应该是更古老的，大概1400年前。啊，怎么来的呢？唐太宗16岁就从军了，就打仗了，啊，推翻了隋，唐建立了，是在他父亲手上。他父亲好像做了9年皇帝，
他即位，他继承，他继承的那一年27岁。你就想想看，十几岁就做将军，啊，27岁做皇帝，这个国家怎么治？没有治国经验，对呀，不懂，所以治国一定要智慧，一定要懂方法，一定要有经验。那么这方面也不行啊，啊，所以他也很聪明，下命令个魏征，这魏征大家知道啊，这他最得力的一个大臣。让他搞一个小组，收集古圣先贤典籍里头关于这个学问，啊，上从三皇五帝，下到隋朝，过去2500年，这个经书上记载的、历史上记载的是经验，经书里面是讲的理念跟方法，还有注子。注释里头的东西非常丰富，把原文抄下来，啊，就是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一些教训，啊，智慧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啊，这些东西，收集这些教训，就成这本书。在几千套书里面，古书里头挑出67种啊，这个六十五部，啊，再从65部里头摘要，哎呀，最好的东西精挑细选，细选，这个编成之后，唐太宗手不释卷，一天到晚读这个，因为他读那么多书，无从读起啊，从哪念起呢？精华当中，那得精华的精华。所以成了这个，大概这套书50万字，啊，手不释卷了。唐朝还印刷书还没发明，印刷书宋朝发明，手抄的，都是手抄的，所以数量当然很少，啊，所以他大概也抄了10几套的样子，分送给王公大臣。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理念，贞观之治就是落实这些东西。唐亡国之后，这书就没有了，失传了。您老讲贞观之治，主要就靠这个，就靠这个。哎，唐朝能够享过那么多，也靠这个。这是他们传家之宝。那打个比方，我是这个马来西亚的，哎，我们是这个印度的，或者我们是法国的，用这个原理原则，行，也可以，行。这个里面是治国的大道理，是跟性德相应的，万事不变，不是万事不变的真理，真理，对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能够帮助现前社会，就是安定社会，化解冲突，啊，拯救地球。那这是至宝啊，至宝，啊，最宝贵，所以这个东西，日本人拿去了。唐王朝之亡国之后，对对，所以呢，失传了。唐书，这唐朝的历史啊，嗯，唐书艺文志里头没有，没有，宋史也没有，明史也没有，清朝编的四库全书也没有，啊，怎么发现的呢？嘉庆做皇帝，乾隆让位了，做太上皇了，让位了。日本人来到后进贡，就是给皇帝送的礼物里头有一套这个书啊，送回来了。大家一看的时候，这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一样宝贝呀，啊。原来可能是皇帝秘藏的，可能是对，不轻易流通，不轻易流通的，哦，啊，所以日本人把它当作宝贝啊，学习这个东西。那么从日本流传到中国来，就是日本的这个版本不超过10套，就稀有啊，看到的人少，知道人都不多，不知道啊，
我是以前看的，大概是一个不全、不完全的残缺的本子，就是诸子之要。后边的。哎，对，哎，后头一段。是。啊，它上面提到这是群书之要末后的一段，所以我就晓得有《群书之要》这本书。我就很想找，常常心里想着念着，哎，念了半年呢，念来了，哎，真想来了。啊，想来了，因为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过两次，大概就有人听到了，哦，替我找，就找到了，找到可能呢，这也是很稀少的，大概都，你想，你看这个东西，都是80年前的东西。啊，经过战乱，又经过文化大革命，可能都烧光了，都破不完了。啊，我在想，怎么可能还会留下来？哎，还留了几套。国学之要，他们告诉我，可能就是这一套。我也想到了。啊，国学之要是什么？是四库全书。四库从哪里念起呀？1500本摆在那，你怎么念呢？我在早年就想到这个问题，想找一些这些大学教授，啊，国内退休的老教授，教古文、教历史的、教文史的教授，请他们在四库里面去选择最精华的、最重要的、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用的，编一部书，就跟群众思想是一样的，不谋而合。啊，我还花了5、6万人民币，找了一些教授做了，不恰当，不能适用，所以这个稿子放在澳洲，没法子出版。专家学者选不明白，对，啊，这就是程度上有差别。没想到民国初年，商务印书馆刚刚开办的那个时候，那时候一些老人已经替我们想到了。在四库里头选最重要的，哦，选了一套《经史子集》，那就是四库的精华。你念那个一共8册，你念那个就等于四库全念到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再复兴的一个契机呀！很多人讲，可能这一套是最后的一套，再找不到了。现在这两套书，我都交给世界数据，印1万套，流通全世界。啊，印1万套，对，特别是群书之要，这是治国的，治国的，在中国唐朝治国的宝典。啊，我说这个书印出来，这个1万套呢，我说我送1000套给国民党，送1000套给民进党，送3000套给共产党。希望大家和平统一，根是一样的，找到根，对，根是一样。那我那么们另外的这一些书的时候，我是想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领导人。哦，啊，我每一个国家的时候送20套，20套，制药20套，对，这个国学20套，啊。而且还送一部大书《四库会要》，四库会啊，我又订了200套，每一个国家送一套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！重礼啊！啊，对，我让联合国帮助我送，啊，联合国的会员国就是一个国家送一套，啊，不要用我的名义，用联合国这个，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用他们的名义来送，这个是我们听到啊，这是把和谐送给他们，对，把人间的真理，啊，把人类的秩序送给他们。这个就是外国人常传的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不是中国的政治，不是中国的军事，不是中国的经济贸易，不是中国的科学，是中国传统。这正是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啊！哎，就是现在21世纪都过去了10年了，
啊，那大家想请教您老人家，没有动静啊，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，中国人的世纪。我现在在启动了，而且呢，开我始还送两颗印章，啊。这两颗印章，这是放大的。对于这个印章呢，以前我送给布什总统，送给他一个，啊，他很欢喜。是。这里面是刻的是神爱世人，和平天使。希望每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，都做和平天使，啊，特别突出来的是人和当中，这两个字是人人和，和，哎，中国人讲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啊，所以特别提人要和睦相处，啊，这是第一个印章，这个曾经给布什总统送过，啊，过，对对，送过。他就常常讲啊，我是忠实的基督徒。是啊，你应该让他看看人和，不要打仗。是啊，神爱世 人对，我那时候就送给他这个东西。是。这一章呢，这就是汤恩比波斯所说的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孔孟学说是什么呢？我们取了四个字。仁义忠恕，啊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啊，仁者爱人，义就是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或情或理或法，这叫义。啊，忠就是诚信。诚敬，哎，你看这个"忠"这个字，也它是一个会意的，啊，这个心呢，不偏不斜不迷不惑，这就忠吧。心上面有个"忠"，对呀，这就是忠吧，啊，是，这就真心，用真心啊，清自净、信平等心都不是算这种心。那下面这个"恕"呢，非常重要。今天全世界，我们讲200年。把圣贤的教育丢掉了，把宗教教育丢掉了，人都犯过错，都造罪业，怎么办呢？要恕他，不要再追究，宽恕，宽恕，既往不咎，无论造什么样重要的罪业，都不要去追究，去追究了，啊，不要去追究了，啊，让大家心都安下来，平定下来。好好的来学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教育，啊，就好。因为过去没有学，所以你犯的过失啊，可以饶恕你，啊，不追究。你学了之后再犯的时候，就应该要受处分。这个古人呢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好像孔老夫子讲，对，就着您老所说，对，就说不教而行，就你没有教育他。对。啊，你要行就去是处罚他，处罚他，谓之虐啊！对，你这是虐待啊！对，这个是不义呀、哦！这是不义呀、是吧？所以说那个都值得原谅的，无论做什么错事，都原谅。那我们现在按照您老所教导啊，那现在看很多人他没有学过做人的教育啊，对，他犯法了啊，对，还处罚他，都要原谅，都要原谅，那这是错的，都要原谅他。所以现在要叫他回头来学教育，来受教育，明白？啊，这个大家心就平了。啊，不再有怨恨了。我们讲这个法治社会啊，啊，他没有了教育，大家不懂得做人，那他犯了罪还要处罚他。对，那这是不义，不义，不义，哎，不义。那大乘佛法呢？我们取了四个字：真诚慈悲。真诚慈悲跟孔孟的仁义忠恕意思完全相同，啊，所以要以大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，要用忠恕之道。啊，不要追究，大家一起来学伦理、学道德、学因果、学宗教教育，这个社会就安定了，就能够恢复正常了。啊，所以汤恩比说的话一点都不错，8个字，哎，用这8个字。啊，所以刻两颗印章，这是一份礼物，赠送给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。这两个印章很壮观，哎，对，非常壮观哈！神爱世人，和平天使，孔孟仁义忠恕，大臣真诚慈悲，啊，做成铜的印章，做成铜的，
啊，然后送给这些对对对各对国对，政不要。错，送给各国的各国的，这很有意义，这是一份礼物。今年联合国这个活动啊，你说我现在在筹备做这些礼物，这是把中国文化传遍到全世界，这是东西有了，可是还要人讲解，没有人讲解，大家不懂，这个讲解呢，我们就着重在群书治要，这两要部把书，这部书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再把它翻成外国文字，让全世界人全世都界听得明都白，能听都懂，听得懂。所以这边这个我们建一个马来西亚汉学院，是。昨天首相在这个效果图上签了字，而且还有嘱咐的话。好像是希望他能够做成功。刚才您老所讲啊，群书治要，国学治要，国学治要啊，群书治要那个治是政治，政治，国学治要那个治是治学，治学，那是治学。就剩下一套了。对，这个千百年来最后孤本，顾问是啊。哎，大家很感慨。这时候我这碰到，我自己都不敢想啊。哎，但是用佛法，您老的教导，好像大家也听得明白。对，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人在想对，了，是，所以那一本书就到他手里了。就到我这，心想事成啊，一切法心想从成，心感而召生，的。干着的，对，那一个人要天天想真主，没错，想穆罕默德，不错，哎，想耶稣，对，那他周围啊，没错，都是天使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，众神保佑啊！居住这个环境不会有灾难，富人居富地连报复的那些恶鬼呀、呀。对，灵鬼呀、也都转对，变。也都转变成为护法了。所以有一部经典上讲叫"恶鬼屯门"呢。啊，就是杀业很重的，不错，伤不害众错，生不的。错，不错，他们家门口不错，不错，囤积着不错，太不多错，太多恶鬼了。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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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接受宗教教育，宗教徒之间团结了，没有战争了，对，哎，能够影响到哎国家团结，对，和睦相处，对，族群、族群、政党，政党，对，这四个都达到了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天下太平。不错，不错。那么现在还是到最后的关键的问题啊！刚才我们讲，您老也提了，得有名师益友啊，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条件，我们现在得有人讲啊。就是马来西亚，这个汉学院，汉学院就是全世界的名师益友，这里面的老师他们要认真的学习，希望将来这一个学院。是全世界汉学的中心。都到这儿来学。对，我昨天就跟首相谈过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很高兴。我估计您跟任何国家的政要谈这个，他们都太高兴了。那到我们这儿来才好，为什么到马来西亚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老师，就是从前庐江解散之后，这批老师到这边来。因为这些老师确实他们的根扎得好，就是这个儒释道这三根，这个基础扎得好。现在我要求的是再去背100篇古文，那么就是文言文的障碍没有了，那四库就是你自己的了。所以我这个书印好，那就了不印好之后的时候，我是想，因为参加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国，应该只有150多个国家。我200套的这个会要啊，大概还可以能多出一些。我看可能最少我会送10套到20套给这个汉学院，让他们读这些东西就非常方便，资料不会缺乏，那么像这个国学制药的话，我可以送200套过来，他们每个人都可以。老师啊，能够救这个世界，对对对，教育能够对，拯他们救要人自类。己要好好的学，因为这个国学之要啊，就是四库的精华，
四库精华录啊，啊，这个群书之要也是四库精华，但是它三部，几部没有，几部是文学，是它没有，哎，所以它只有经史子来精华，啊，它着重在政治。那么其他国家的人们都想问一问，嗯啊，马来西亚有这样的福报，嗯，他们得到名师了，嗯，那比如说。我们中国国内，嗯，我们也想找名师，对，名师的标准，嗯，您能不能标准？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一个是德行，对，德行就是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三页啊，你要做到才行，不是念，不是背呀，啊。上台讲课不行，得做到，要做到，你得做到才行啊。各行各业都可能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名师，对，但是前提是德行，你要做到。啊，所以夫子教学四课，头一个是德行啊，第二是言语啊，第三正事，最后是文学。那有人讲我讲的天花乱坠，我会讲啊，那不也能给人说明白吗？不会讲的时候做宣传，做宣传可以。对，不是真正的名师啊，不是。你《论语》上夫子说过，既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所以为人师要实学，啊，你自己确实做到了身教，对，不错。有的时候他的力量我们感觉到在您老身边呢，嗯，啊，那个力量 啊感受很深，各国政要也都对您老有这个体会。 对这个言语代替不了。对，话又说回来，有人就讲说这个他自己做不到，他讲出来的，嗯，有可能也不能感染别人。行还是有啊，古人讲句话说，嗯，能说不能行，过之师也。这国家的老师，哦，啊，能说又能行，过之宝也。啊，哦，够宝啊，是吧？比国师更高的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够宝啊。嗯，能说能行啊，能说不能行的时候是过师啊，不过他还是行，他行的不彻底。啊，行得不彻底。现在全世界都盼望急需啊，这国之瑰宝，没有不需要的。对对对，不错，不错。那么将来这个汉学院，马来西亚这个汉学院，能够给人类社会，提供多少老师呢？那让他们自己去发挥。而且的时候，这个学院将来的时候，我希望有自己的卫星电视台。啊，这个网络，他们每一天上课的情形、活动的情形，都用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去播放，让全世界人都看到，都在那学习。这好工具啊！没有这个工具，你不能普及，啊；有这个工具，就可以普及到全世界。那么，我们讲到宗教的团结，对，我们这一期的。标题啊，叫人类失去宗教，嗯，世界将会怎样。对，我们大家听到这儿都听明白了。对，宗教是最好的人性的教育。没错。那后来都变成这种迷信呐，啊，这些堕落的这些情况啊，嗯，就是因为丧失了教育，没人讲了。对啊，抛弃了经典，对，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了，对，这个造成的。那么也能不能够恢复起来，按照您老所说的这个汉学院的方法，就是宗教大学。宗教大学。没错，我头一次跟道普老见面，我就提到这个建议，希望中国能办一个宗教大学，能办一个多元文化大学。啊，他听得欢喜呀，啊，啊，可是他自己年岁太大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真需要，迫切需要，我们相信。马来西亚可能很可能会做宗教大学，对，对，嗯，一个国家带头就领导全世界，就像这个3800年的汤王一样啊，3200年前文王啊，啊，你做得好，别人心都向着你，都尊重你。
啊，那个时候尊他为王，王没有实权的，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，没有实权，只是尊重你啊，啊，尊你为王，尊重你为天子，啊，尊重你这个地方，你教化的一个地方，管统治这个地方，称为京师。啊，京是赞美，啊，你这个都是，啊，师是示范，值得我们向你学习。全世界的榜样，对，不错，全世界的榜样啊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要想宗教和谐、宗教团结，啊，宗教徒之间的这种和睦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很多人在拉信徒，你不要学那个，学我这个来，你不要信这个，信我这个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决定不可以。我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劝人改变宗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你何必要改？你改就错了，你就一门深入。我们发现您老人家是这么做的，哎，您这杯水是倒了他对，对对对，他不跟我喝，我不要求不他变成清水，我去跟他喝。啊，对，不错，我学他的啊，经对典，对，永远不是让他变成清对水，对对对，你不要到我这边来，不错不错，我到你那边去。对，你看我学广学多闻，什么都知道。那当然，就是一般讲知识水平呢，我就提升了。那你要不学的时候，你永远不能提升的。这个带这种带头好啊，谦卑啊，对呀，永远谦啊，对呀，我学你的，你肯定会学我的。啊，我学所有的宗教，所有宗教也会跟我一样，他也会学所有宗教。其实向别人学习就是最好的教育的方没式。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你通通都了解，矛盾就不会产生，误会不会产生，那冲突不就自然化解了吗？那么听了您老所讲啊，最好的教育、最好的老师，不是去啊用嘴去教给别人，不是，而是向别人学啊，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最好的学生就是啊，最对好的老师。对对对，我们非常感恩您老人家这集采访啊，就到这儿结束，谢谢大家谢谢啊。